过热有过热的好处，其实现在不过热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才怪！我反倒他活下来了，我活下来了，我不掉一个。哇！可恶！我以为。我以为能活下来。Double kill。加 Q 真的烧小兵好痒。修霸掌，修霸掌，修霸掌。谁在那给我 A 的？还有被动啊，抢不赢他。修霸掌，端午节快到了，修霸掌。现在一套是要多少？啊！干嘞，怎么有四？怎么有四只啊？我靠，詹娜这个大绝射到了两个人呢，好屌！修霸掌，修霸掌。别的 TP 三三来迟，啊，没烫到凯特琳啊！贝特，贝特是贝特，是贝特。贝特，先熟悉一下新的蓝宝，战绩来到了936。机体，这个机体有点厉害。Nope， 无情空大，一个鱼叉299滴。
屌样，我直接下一直线，回去被烫，留在原地也要被烫。我鱼叉哥，我鱼叉哥，用鱼叉处理。要被夹子夹了，啊！关在搞哎、欸！我理性很努力，理性很努力。我伊泽瑞尔，伊泽瑞尔，你好烂，好烂，好烂的伊泽瑞尔。这把会输就是这个中这个 AD 跟上路两个在搞。修，哎呀，没修掉。这个怎么死光了？烫烫烫烫烫烫烫，很烫很烫，蓝宝很烫。OK OK， 好了。李欣也是飞来飞去，到底是李欣 highlight 还是蓝宝 highlight 呢？来咯，过热开始打打打打趴伤，我看一下蓝宝现在发龙速度也是快的。你他妈很拽是不是？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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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卡桑帝怎么这么能打 ？What the fuck？蓝宝大招 CD 变9，还是我还没16？哦，爆头！我只能说冷静点。李欣，我帮你，我救你，哎，漂亮！哎，啊，怎么死了剩3啊？这个我感觉我不进去驱赶一下凯特琳，感觉李欣要被他弄死。为了李欣而死，结果李欣竟然给我送塔自杀，啊、冲温泉自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OK， 三兵加火龙魂。死了，也不是大你。他的影子在飘在你脚下。嗯，漂亮。关，我刚刚就说了，这把要赢一定要靠你。这把会输就是这个AD 跟上路两个在搞。